欢迎，大家好，我是花花，我今天要来挑战的是什么？山羊的那个火辣鸡肉风味铁板炒面，这个听说是韩国第二辣的泡面部分。那我今天就是已经准备好了我的面，然后还有酱，那还有另外一包这个就是海苔粉，等一下我搅拌均匀之后我会把它放到里面去。那除了吃这个之外，因为我担心我等一下可能会眼泪鼻涕口水齐飞，所以我有准备了卫生纸。超好吃的哦，好辣好辣哦，我超喜欢吃这种辣椒的。大家注意一下我的嘴巴哦。你开始了。辣的好过瘾哦。哟，好有感觉哦。吃完了。挑战成功。哦，网上有人会被辣到哭，但因为我不怕辣，所以我觉得还好。然后就是，可是又还是有一些生理的反应，像是会流鼻涕啦、流汗啦，还有就被别人求你。如果你是想吃这一款辣椒，有怕就是会辣到喉咙不舒服的，建议你可以准备这个，可以不？可以准备冰一点啊，我觉得冰一点可能还好，还不错。韩国第二辣泡面，挑战成功。